继续来关注深度智能蒙眼就能感知的网课。昨天的新闻里我们报道了杭州的小潘老师反映的情况，说是在金华浦江老家的妹妹最近在网上学习心灵感应课程，蒙着眼睛就能感知到颜色、数字等等，听着很是神奇。但是妹妹明确表示，所谓的心灵感应其实并不存在，是她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演出来的。身为老师的小潘也对课程进行了一番了解，觉得这些培训方式和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差别太大了，太不靠谱。那么这项课程到底是什么原理？记者也很好奇，联系上深度智能的一位创始人贺老师。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深度智能的全称是杭州深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地址在杭州萧山区博地世纪中心。记者找了过去，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深度智能的相关负责人不在，随后提供了一位贺老师的电话。这位贺老师说，他就是深度智能的创始人。那要看你什么角度了，如果今天你的角度是跟我们来探讨这个事儿，我是欢迎的。我们是客观报道的角度，但如果说你这个角度是来质疑的角度，那我就不欢迎。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很忙，我没有时间去解决当下所谓的一个客户投诉之后我们产生这个问题。小潘说，这位贺老师之前在网上进行过教学，他提供了一段视频给记者看。如果你想做看漫画书这样的工作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设计漫画的这样的产业和这样的职业。但是你要知道，设计漫画的这个世界当中最厉害的设计漫画的游戏公司啊，和这样的漫画公司，他们员工的智商你知道是多少吗？不少。他们员工的智商平均都在160到220之间，也就是他员工智商的最低线就是一个爱因斯坦。所以现在你好好做训练，把你的大脑练得极致了。记者在电话里提出，希望能和贺老师面对面沟通一下，了解这门课程。但对方表示，记者级别不够，不能和他直接对话。我没有时间跟记者沟通，这是第一个。我不是老师的身份，我是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要不然就请你们电台的负责人直接跟我沟通，咱们身份是对等的。你是觉得我身份低了一点是吗？我觉得对，因为第一，你的需求跟你的想法，我通过我下面的人帮你安排。你记者身份就对应我们的老师。贺老师表示，受疫情影响，老师们都在家里进行教学。如果想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通过深度智能公众号购买一个价值199元的体验课程。不过这个课程还不能直接购买，必须要有人推荐。沟通之后，贺老师安排了一位咨询师进行推荐，记者才成功购买了课程。这个课程内容分为5天，心灵感应训练正好是第一堂课。当天晚上7:30，记者准时守在电脑前。直播一开始放了几个深度智能的宣传片，大概内容是经过培训后，孩子提高了学习成绩，家长也找到了和孩子沟通的方式。宣传片播完之后，之前和记者电话联系的那位贺老师出现在了直播中。首先，他对深度的教学方式和孩子的天赋进行了讲解。跟这些小朋友很像的是谁呀？是乔布斯和爱因斯坦，他们天马行空的，充满了非常多的创意。可是他们在小的时候学习力分高吗？他们学习力分值反而很低哦，只有13分。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将教给各位家长以及我们场上所有的小朋友们，到底怎么来训练心灵感应。OK， 首先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你要在家里面先准备什么呀？先看我哦，你先准备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眼罩，因为隔绝光线是我们训练当中的第一个步骤，因为光线透过眼睛的时候会能够影响到大脑潜能的开发。之后还要准备这样的色卡和耳机。贺老师说，心灵感应之前需要听一段音频来让大脑进入状态，在公众号上购买课程之后可以拿到这段音频。本音频只适合听一次到两次，反复收听你可能会造成头疼、头晕，甚至能力下降，请不要担心，只要听着收听。直播过程中，有家长反馈，孩子听了音频，心里不舒服，呼吸困难，心里烦躁。记者和同事听了之后，也感觉到有些不自在。接着，贺老师说，准备工作做完之后，需要通过呼吸来把大脑调整到平静的状态。当孩子戴好眼罩、戴好耳机之后，那么家长在旁边就可以干嘛？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放在孩子的后背处，对，放在后背处，或者你用你的手这样。像我这样轻轻地牵着孩子的手，这样轻轻握起来的时候，让孩子能感受到你大脑的状态。记得今天我们的体验心灵感应是一场大脑和大脑的对话，
是大脑和大脑的对话，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原来大脑即便不通过声音的传递也依然可以进行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何老师继续讲解道，之后家长要拿着这样的色卡或者扑克牌，眼睛紧紧盯着，这时候戴着眼罩的孩子可以去感知家长所看到的颜色和扑克牌数字。紧盯30秒，眼睛尽量不要去眨，非常专注的去感受这个卡牌的信息。你可以30秒之后闭上眼睛，让大脑快速的把这个信息画面不断的重复在你的大脑中间。你可以不断的去想象这个颜色是什么样子的颜色，或者这个扑克牌上的数字是什么样的数字，都可以，好不好？也就是说，所以家长要非常专心和专注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让孩子来做感应，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样的颜色或者什么样的数字。记着，只过一次哦，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说错了怎么办？那就重新再来第二个颜色，再来尝试一下。按照贺老师的介绍，心灵感应有3个阶段。第一关是感应颜色，第二关是感应数字，第三关是父母心里想的一种水果，孩子来进行感应。那么孩子真的能感应到吗？3个阶段都可以顺利通过吗？记者在家长群里问了一下，有一些家长表示孩子没有做到，但也有几位家长表示有2项内容孩子答对了，而且一次就过关了。其中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相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儿，也相信这样做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好。记者进一步问，孩子究竟是如何知道家长所看到的颜色和数字呢？这位家长回复，他没有问孩子。你心灵感应这个环节做得越好的家长，你会对孩子未来教育过程当中帮助越大。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家长，那就证明什么？你真的要非常用心的学习我们的课程和内容，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高的维度。之后直播又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贺老师和好几位家长连线沟通，家长们咨询的内容大多数是如何了解孩子天赋，如何培养亲子关系，如何培养孩子学习习惯等。贺老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这些家长表示老师的解答对他们来说的确有帮助。整个直播主题以及真度智能的广告都涉及到了孩子的教育，但天眼查数据显示，杭州真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里，和教育培训有关的只有1项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并没有涉及到未成年人培训。对呀，我们是成人教育，我们所有技术方法是教成人的，我们是不做孩子的这一板块，都是交给爸爸妈妈，由爸爸妈妈给孩子训练。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这位贺老师强调，课程购买人都是孩子家长，学习过程中的技术方法也都是交给家长的，因此不存在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这些课程的科学性、合理性究竟如何？记者准备去请教一下相关专家。明天请继续关注真度智能的网课。